到次第广论，名升起次第品第十二之二。我们今天谈四二，生能一之尊，五一正生天法，为一一指五相生其法。那么在这一章里面呢，有好几段，但是主要是在谈这个五相正菩提，即五相正菩提如何跟这个如来的五字啊互相的印证。另外呢，还有一个是梵音的这个音韵的这个学。那么在这个第一段里面呢，开始的时候他是这样子讲，五相正菩提者，未从真如正一菩提，从业种子标志，即从生正菩提，此圣父子所喜，如以应之。那么他这边呢，这个在一本经典里面呢，结合第三说，从五字现证菩提，业为圆净智，如是平等智，本尊种子直说为妙观察，合一成所作相。圆满清净，知者说疑鬼，当修五种相。那么这个五相正菩提啊，其实我们晓得密教里面呢，是重在观想上面。那么观想啊，所谓五相，就是五个东西来做观想。那么这五个东西来做观想，又依照这个五大智慧来做这个相等的，也就是互相印证的这个五大智慧。首先做观想的是最开始的时候啊，是从真如去证于菩提。那么真如本身呢，就是空性。用空性去证菩提，那么空性呢，是最没有形象的。我们晓得这个真如碰出啊，证菩提啊，我们不知道什么叫做真如。很多人都晓得说，这个到底真如是什么东西啊，举不出一个实际上的这个例子出来讲。但是以前呢，也有这个人呢、啊，这个问这个罗那上师啊，他说如何最快的啊成佛啊？那一天也有弟子这样子问我说如何啊最快的去成佛啊？这个问题啊，其实由真如啊去证菩提就是最快的了。啊，其他的都是不是直接的，唯有由真如去证菩提是最快的。
那么以前罗那上师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呢？啊，当初的时候，罗那上师就是啊，对着很多的弟子，那么就讲，他说：“你只要这个呼出一口气，那么这一口气呀、啊，把自己的念头全部都化为空。呼出一口气，但是这一口气是随着进入空性的。”这个就是最快的成佛方法。那事实上呢，虽然是最容易的，但是本身也就是最难的。最容易成佛的方法也就是最难的。啊，他叫你呼出一口气，那么这一口气进入空性，啊，这个就成佛了。但是谁能够呼出一口气，这一口气进入空性呢？问题是在这里 啊，最简单的成佛方法只有一个口诀，呼出一口气，这口气进入空性就成佛了。但是要把这一口气啊进入空性就很困难啊。密教里面呢、啊，当然讲起来，你说用真如来证菩提，这是最直接的。那么再来呢，是从业量啊，从业轮观去证菩提。业轮观我们知道，业轮观我们把它观想一个圆形的这个业轮，因为我发觉这个在世界上啊，要找一个很清净的东西来观想都很困难。所以当时的这个啊修行的人就以业量来作为清净的一个代表。那么真如啊是象征着法界体性质。业量代表什么呢？业量就是象征着大圆镜子。我们平时看这个太阳啊很难看。啊，很难看得出来，除非它刚刚升起来或者刚刚要下的时候啊，你这个整个太阳才能够看得很清楚。平时你是不太认识太阳的，那么月亮我们都认得很清楚，因为月亮很平和、很清凉，感觉上月亮是很清净的。那么月亮就是代表大圆镜子，就是大圆镜子。那么我们用业轮观是为什么要观想业量呢？因为业量，你观业量的时候啊，你心里直接感受到业轮的这一种清净。那密教里面观想一定要找一个东西来象征。那么以业量的圆满跟清净来作为大圆镜智的一个观想。再来是从种子啊，种子。那么密教里面呢、啊，最重视种子的，所谓梵智啊，藏智，因为藏智是从梵智演变出来的。我最近研究这个印度哲学啊，印度哲学，印度人呢、啊，对于未来啊，他的冥想非常的多，对于未来。未来的世界，他重于未来的世界啊，低估了现实的世界。那么西方的现象刚好是相反，他重于现在的世界啊，放弃了，也不可以讲完全放弃了，就是说比较偏重于现实的世界，对未来的世界比较不向往。但印度刚好相反，他重于未来的冥想，对于现实世界还能够忍受。啊，印度的哲学很奇怪的。那么对于自然科学方面呢、啊，印度比较没有研究。对于历史跟自然科学，他比较疏忽，对于数学也比较疏忽。但是他对于这个音韵学啊，导是非常好的，它里面有所谓的延音啊，延音跟补音，
啊，元音就是几个重要的音，然后其他副音啊，主音跟副音，元音跟补音，它对于音韵学很有研啊。这个印度哲学方面来讲呢，对音韵学非常有研究。啊，这个是印度哲学方面的一个特长，所以你们假如是说研究这个文字方面来讲起来，可以研究印度方面的啊，这个梵字这方面呢、啊、是有很高深的这个学识在里面。这个就是种子，密教里面呢、啊，以这个藏字来观想，以梵字来观想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藏字跟梵字啊是有代表的，是有代表性的，也有象征性的啊。据这个古代这个梵字所传说啊，说梵字是由大梵天王本身所创造的，每一个它有分成父音跟母音，那么父音呢、啊，它是代表五界的。五界就地水火风空，那么母印呢是代表身体的十六界，身体的十六界。所以你观想啊，你在观想这些种子字的时候啊，等于跟宇宙的诸天啊，或者所有的活菩萨互相有所关联。所以为什么你不观想汉字呢？啊，汉字其实汉字也是由自然科学啊演变到成今天的这些字，也是有微妙的关系。但是我们研究的是从啊密教是从印度流传到西藏，流传到中国，到日本。今天呢啊，我们学习这个要观想原来的藏字跟梵字。那么为什么可以观想藏字呢？因为藏字是从梵字演变而来。那么我们中国的汉字、啊、跟这个西藏的这个啊藏字跟这个印度的梵字是不相同的啊，它的来源不同，所以不能观想我们的这个汉字。不过啊，师尊的这个卢字啊，卢啊，姓卢，这个卢字你可以观想的。这个是很特殊啊，姓卢这个卢字是很特殊的一个字啊。你看我这个手背啊，一手伸这样啊，一手拉长，这个就是卢啊，这个就是一个卢字啊。你看这个头啊，你想想看，这个耳朵这边长一点，不是卢吗？啊，这个卢啊，就是一只手拉长拿着宝剑，一只手伸起来提前。那么这边有一个七田，底下是一个莲花座，你可以观得出来啊，卢字是可以观的。人家讲说，哎，卢字啊，成佛的应该是很多，因为它本身就是坐在莲花上面的啊。底下那一个气字啊，那个读着气吧，那个啊。哦，是名啊，我常常读不对。好，就算是一个名字好了，底下那个字啊，就是一个台，就是一个法座，上面是一个田，就是中心，七就是心，再上来宝盖就是头，再来就是持剑，这边握拳，就是一个卢字。所以姓卢的成活不少啊，像我们这个六祖慧能啊，卢行者啊、哦、他就是姓卢嘛，他是很伟大的。所以在禅宗这个几个祖师当中啊，六祖慧能名气是最大的，当然达摩祖师这个名气更大了，但是在六祖慧能他的成就更大，可以讲起来也是卢行者嘛，姓卢。这个种子啊，等一下会谈到这个音译方面的这个啊这个学问。为什么要观这个字呢？你看看那个不动明王的那个字啊，那个汉啊汉字，你看看我
那个那天卖画的那个画是那个大，这样子写，撇下来，啊，那个屁股就像屁股，这个头就是头，两只手就是手啊，飞，啊，这个还有胡子，前面那个就是胡子，笔下就是屁股在飞，啊，在往虚空中飞的。你知道那个汉字啊，不动明王持剑的那个样子啊，站立飞翔的样子。啊，站立如童子行啊，立于磐石之上啊，持这个不动明王剑的样子，就是一个汉字。所以你看这个阿弥陀佛这个歇字啊，啊，这个翠，这个歇字点两点，啊，勾起来，你把那个三个尾巴往上面勾，就像在飞翔往西方的那个姿势。就是往西方的那个飞翔那个姿势，所以印度的这个文字啊，它创造出来，大梵天王所创造，古时候这个梵字啊，象征着佛菩萨，象征着诸天的。印度的哲学啊，离不开宗教啊，最重要三个宗教啊，婆罗门啊，印度教、佛教、这个耆那教。啊，这四个啊，婆罗门，一般来讲印度教就归婆罗门了，就是婆罗门、佛教、耆那教这三个大的教派，所有印度哲学都受着宗教的影响。那么它的文字本身呢，都象征着诸天，所有的诸天象征的所有的诸天，所以它的文字可以拿来在密教里面，文字哪来做观想，就是种子。所以它流传到西藏啊，西藏的这藏文也作为观想，但是汉字不能作为观想。这就是他们以种子本身的变化来象征着活菩萨本身的变化，所以它的字可以作为观想。另外再来是标志，这个五相成身啊，就是由这个五个观想、五种观想来变成证明菩提。什么是标志呢？啊，十日金刚处就是标志，这个就是标志，这个就是标志，这个五姑处就是标志。那么杂金刚处十日的就是标志，很多种活菩萨有各种的标志。像大白伞盖佛母，它的伞盖就是标志。那观音生坛城，它本身的伞盖跟它的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的圆满身像就是标志。所以很多种标志的，所以你们由观想这些标志，也可以证明菩提，也可以证菩提，这个就是标志。那么从身证菩提，还有从身下去证菩提的，像这个释迦牟尼佛啊，这个他有几个身相，好像32身相啊，80随行好啊，80种好，那一种相啊，啊，那一种相好庄严的那一个圆满的之相，由这个圆满的身相。观想圆满的身相去证明菩提，这也是的啊，这也是一个方法。那么他这样子哈，他说业为缘尽智，这个业量呢，业轮呢，就是代表着如来的大缘尽智，如是平等智。什么是平等智呢？那么平等智啊，是讲从种子来讲起来，它的所有的梵字啊、诸天啊，都是平等性的。那么这个是属于平等智。本尊、种子跟标志，你这样子去观想、去观察，就是妙观察智。就是妙观察智，把这些合起来，把本尊、种子、标志
合起来一起观想呢，就是成所作智，就是成所作智。那么真如啦，啊，真如啦，这个身啦、啊、身体啦，像圆满清净的，应该讲起来就是法界体性智，就是法界体性智。啊，它这个是有五相啊，就是五种的观想，便证明了这个五种的如来五大智慧。啊，这个他前面所讲的这个样，统统都解释清楚。那么他有讲到这个蕴呢，白色在内，因为红色在外。这是讲是以前祖师啊，历代祖师，他本身讲说要观想这些智啊，啊，什么在内，那么什么颜色在外，要观想。另外智也有分成很多种颜色，例如我们经常念这个 Om Mani Padme Hum， 那么很多的这个教法就是讲这个 Om 要念成什么，要想成什么颜色。哦 ，Om Mani Padme Hum， 要观想什么颜色，什么颜色，它有它的规矩，有它的教法。每一个祖师教的有些情形是不太一样，但总之啊，是有它的原则性。这个母蕴呢、啊，母蕴呢、啊，十六母蕴呢、啊，表示身内诸处之十六界。啊，它的这个母蕴呢，它的原来的这些字，表示你身体的十六界。它这里也有提到，父蕴呢设为五界，父蕴呢设为五界，每界有四，共为二十，地至空界各有四者。那么它这里有总设诸日为五界者。代表空界智的是什么智？代表空界智的是什么智？代表火界智的又是什么智？代表水界智的又是什么智？代表地界智的刚好是五界。那么五界它有什么智代表什么界？什么智代表什么界？另外这边母蕴方面分为十六界，这个讲这些啊，都是属于这个凡智方面的学问啊。凡智，你研究凡智的时候啊，你就知道啊，什么是元因，什么是这个补因，那么什么是主因，什么是副因，那么什么是母因，什么是父因，哦。你研究这个凡智，这里都是在完全讲这个研究凡智的。那么为什么要研究这个凡智呢？因为凡智是代表着诸天，代表着活菩萨，象征着活菩萨，象征着诸天。啊，印度哲学里面呢，对音译学啊有很深的研究。啊，声音方面来讲，所以这个印度的这个啊咒语啊，非常的这个轰行，这个词咒啊，非常的轰行，主要是因为音的关系，由音跟字可以产生力量的。我看只有印度的文字跟这个西藏的文字可以产生力量出来。啊，它是利用这个梵字跟藏字产生的这个观想跟发音的力量产生法力的，所以密教是这样子。所以他这边有谈到这个音译学啊，音译学里面的东西。那么他这边你看他的教授会说，母蕴父蕴之一熟果以等流果，如其次第四纪大圆净智，三十二相平等性智，八十随好，
这个标志上有种子庄严即妙观察，收放合一即成所作，身相圆满即法界体性智。这里就是在讲那些种子是如何跟这个如来的五大智慧互相配合。你看看他讲这次第啊，母印父印啊，他的次第啊，就是大圆净智啊，大圆净的智慧。那么三十二相平等性智，这个八十随好，这个体相，它的体相啊，就是等于平等性质。那么它的标志啊，上有种子庄严，就是妙观察智。放收合一即成所作，你放出去再收回来，这个就是成所作智。等到一切显现身相圆满的时候，就是法界体性智。所以他从文字里面也能够研究出这样子的，是很不简单。那我们常常知道的这个密教里面呢，他我们知道是重观想啊，在观想上运作。观想就是什么？就是念力。那三段法身啊，三段身法，三段法身，就是先观想虚空啊，虚空尽，一切都是虚空。那么虚空里面生出业轮啊，业轮里面生出种子日，那么种子日再变化成为标志啊，标志再变化成为本尊。标志有时候会有收有放，一般来讲是以标志放光，标志里面又有种子日，种子日里面放出光明。放出光明做什么呢？普利这个天下一切有情众生啊，利益一切有情众生，这个就是放。那么再收回来，收回来是把这些光明再收回来到原来这啊这种子日里面。那么收放呢，就叫成所作智啊，在这边观察当中啊，就是妙观察智。那么种子智就是平等性智。那么一切的这个业轮就是大圆净智，因为它能够生出所有的种子，最后呢再演变成为这个啊如来的宝相啊，就是法界体性智。啊，这样子讲啊，你们就可以有一个印象啊，虚空业轮，那么种子日变成标志，标志里面又有种子日放光，再收摄收放，然后再转成本尊啊，这个都是密教里面观想的重要的这个重要的啊一个次第，重要的次第。那么在这观想当中啊，就有他的五大如来智慧在里面，就有他的五大如来智慧在里面。然后我们今天这个学习密教，要懂得这个梵字跟藏文，或者梵字，当然你要学这个印度的这个梵文跟藏文，我们晓得这个都是很困难啊，他们是很深的这个学问，基本上的几个咒日你要知道啊，你的本尊种子日你要知道，你不能说我知道我的本尊，但是不知道种子日，那你就是无法观想起啊。你知道自己的种子日，那么知道这个 Om Ah Home啊，基本上你个 Om Ah Home 你要知道的啊，那个 Ah 是可以讲起来是诸佛菩萨诸天的种子，所以这个 Om Ah Home 这三个字啊，就总摄一切的，
这个三字名 Om 嘛，就等于宇宙原来的一切现象。啊，就是出生一切活菩萨跟所有诸天，包括所有众生，这个啊字可以出生一切的。那么 Om 呢，就是成就。所以我们念 Om 就是宇宙，啊出生一切 ，Om 就是成就。所以这三个字啊，它含义很深的啊。至少我们学这个，学这个藏文啊，学梵文，这三个字你要知道啊。这三个字，还有包括你这个本尊的种子字，你要知道，以利于你自己本身的观想。另外，我们念咒啊，有时候要念咒啊，念这个咒语，你要观想这些咒语分布你的身体。啊，要变化的时候啊，像那个百日明咒，哦，百日明咒，它围着这个金刚萨埵的心际的周围，这些咒轮，啊，你要更深入的去研究的话，你要懂得这个藏文，懂得梵文，这样子去研究。那密教里面呢，五相成身，大家记得从真如去证菩提，从业去证菩提，从种子去证菩提，从标志去证菩提，从身去证菩提。这个是五相成身，配合的五如来的五大智慧啊。这里面要如何啊，这个从虚空中一一次第的产生，就是观想，就是观想啊。我们学密教一定要懂得这些东西啊，懂得这个因应，因为这个因应呢，本身来讲，在你念咒的时候也需要到的。像我们的这个师父啊，这个他本来四个字叫做图灯达吉，但是他有补音，补音就是可以讲起来就是附带的，有延音有补音啊。这个他的，我们念他的补音呢，就是有一个耳字，耳就图灯达吉，图灯达吉啊，图灯达尔吉，那个尔字就是补音啊。记得这个咒语也都是有补音的 ，Home 妈妈 ，Home 你说话，那个逆字妈妈，好、哦、，Home 妈妈 ，Home 你说话，那个逆字就是补音。Om 啊 ，Sobawa Sutta Sarva Dawa Sobawa Sutu Hang， 有没有 ？Sarva 那个耳字 ，Dawa 啊，那个耳字，那个咒音就是有补音的，就是有补音的。所以你研究这个咒语啊，你不得不研究什么是延音，什么是补音，因为补音的话，你念起来才像一个咒语。娑巴哇，苏达萨瓦达玛，娑巴哇苏杜哼，它有它的啊延音，有它的补音。所以像师公的称号，他图灯达吉，本来就图灯达吉。为什么图灯达吉？就是有一个补音，这个耳字在那里啊，有一个补音的达吉啊，是达吉，但是耳有一个耳字在那里，那个就是补音。那么这个在印度的梵文里面呢，是有主音有补音，那么有这个主音补音呢，你这个念咒你才能够非常的好
啊，非常的这个产生一种微妙的那一种法力出来。本来有我们那个咒语啊，以前人家那个研究那个咕噜咕嘞啊，咕噜咕嘞 ，Om 咕噜咕嘞 ，Tri 所哈啊，我们是念 Om 咕噜咕嘞 ，Tri 所哈。那么它本身来讲起来，以前的有些派别是这样子念的 ，Om 咕噜咕嘞 ，Si 所哈，这个 Si 这个一就是补音。西所哈 ，Om 咕噜咕噜，西所哈，啊，西我们不念西，我们念 tree 啊，所哈，哦，那个每一个派别所念的咒音不一定完全一样，但是这个 tree 跟 西 差不了多少，但这个意字啊本身就是一个补音。所以了解这个啊，主音啊，补音啊，元音啊，啊，这个复音啊，母意啊，这个就是印度梵文的这个音译学，在密教里面必须要研究的，你这个咒语才能够念得畅顺啊，能够很顺畅啊，那你这个梵字啊，你知道懂得它的观想，它的变化。好，今天就谈到这里，我们。